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接着学习五式太极拳，我们接着往下走啊。好，摆脚又开始向外摆了。好，左脚向外摆，走，扣脚，起身。好，下面我们是做一个拳的一个动作啊，上步齐心的一个动作。这时候我们的脚要有一个并步，同时呢手要有一个贯拳的一个动作。对，好，再来一遍，往下按，走，摆脚，扣脚，转身。这个时候我们的右手往下按，好，并步，贯拳。上步七星动作要点：踏脚击拳，好，下面的这个动作退步跨虎，看我做一遍，好，正面对着大家啊，正面对着大家。好，首先呢我们先叉腰，我们的右脚向右后方，右后方，前脚掌着地，移重心到右脚，然后左脚收回到前方，成一个虚步状啊，成一个虚步状。好，我们脚再来一次，并步，好，右后方退步，移重心，走，收。这个时候我们的手呢，左手左前方，手心朝上，右手手心朝下，按在我们左手的这个肘关节的内侧。好，接着右手先往下，右手往下画圆，左手从上往右侧画圆，两个圆圈，一上一下。好，接着右手从外侧握拳，左手呢在腹前握拳，左手向旁拉开，右手内旋啊，变成握拳的一个姿势。对，握拳的一个姿势啊。好，我们这个手脚一起退步，出手，移重心，右手先走，左手跟上，转腰，身体要转到右侧。好，然后虚步握拳，正前方，退步跨虎。动作要点：撤步穿掌，转身托掌，虚步掩肘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讲转身摆莲。好，先看我做一遍，好，那么转身摆莲呢，它明显能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身，一个幅度，对吧，脚上和手上的一个配合。下面我们还是从脚上来学起啊。好，我们退步跨虎完了以后啊，手叉腰，光坐脚啊，把我们的脚跟放下来，然后翘起脚尖，扣脚，直接扣，转身，然后接着右脚有一个向外摆。好，然后移重心到右脚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提腿，提腿转身啊，提腿转身的一个过程。当我们的左脚落到我们的左前斜方，脚尖落到左前斜方，移重心，然后同时右脚的脚尖捻动就可以了啊，脚尖冲正前方就可以了，捻过来。好，我们脚的动作再做一遍，虚步，好，落脚，扣，转身摆，摆脚，走，提，落，捻，手上动作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啊。首先手心都朝下，都朝下，哎，刚刚不是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吗？好，由拳变掌都朝下，而且呢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，哎，开始一上一下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这个右手要向左手的大臂手臂穿出去，手心朝下，从下穿
对，要穿出去，穿摆，好，穿，然后摆，对，摆。好，上肢动作稍微简单一点，那我们上下肢结合起来一起，好吧？好，预备，落脚，扣脚，转身，手是打开，身体旋转过来。好，上步摆脚穿，这个左手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腹前，扣脚提膝旋转摆，已经看右手。好，走，转身摆莲，动作要点：扣脚展臂，转身摆掌，上步穿掌，提膝转身，虚步摆掌，摆腿拍脚。